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对于在中国当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有没有感到好奇过呢？那今天我就要和一位本地的出租车司机来聊聊中国的出租车行业。好了，走吧。你开出租车开了多久了？我开车的时间挺长的，但是开这个行业的话有差不多有5年左右。那你以前是开什么车的？我开过货车。因为以前我帮我叔叔在那个，我叔叔开店嘛，那种货车吧，帮他送货。也是在中山市吗？对啊。那你来中山有多久了？我零八年左右来的吧。那你是怎么会想到做这一行的呢？因为我很多老乡在做这个，他们的收入还可以嘛。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对。那你老乡他们都是在中山做出租车司机吗？是啊。有很多吗？有很多。你老家是哪里的？河南。河南来这边打工的人多不多？有一次听我老乡说啊，河南在这个中山市这里的话差不多就有30万人口吧。多少？30万。这么多呀？就在中山市哦。对。哇，那中山市它总的人口大概是多少你知道吗？这个我大概了解嘛，因为我们考这个从业资格证的时候上面都有，大概有300多万人口吧。哇，所以在中山市有10%的人口是来自河南的。这个我感觉那还不止。还不止啊？对。就你身边的老乡大概有多少个在中山当司机的？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有20-30个吧，差不多都是我们河南的。哇。而且都是我们，基本上是我们那一个村的吧，差不多。一个村的就要。对，都有20-30个吧。那你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做出租车司机呢？除了他，就是他的收入还可以，还有其他的原因吗？这个的话，因为当时，这个还自由一点嘛，这个行业还比较自由，就是说上班比较自由吧。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一般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比如说需不需要什么证书？这个出租车的门槛是挺高的，你像我就是差不多足足准备了3个月吧，他就需要那个什么，你上岗证嘛，就是从业资格证，而且你的驾驶证要满3年才有，就是说有3年的经验才可以，而且你要有那个1年以上的社保，那个什么暂住证啊，误犯罪证明啊，误重大交通事故证明啊，这些证件，这些证件备齐以后，你才可以考那个从业资格证。然后你考完以后，可以去公司，就是这些出租车公司去应聘。然后应聘的时候，他们还会考你，就这样开车的技巧啊、技术啊这些，有没有这个身体状况啊，就说这些东西。就是还会检查身体健康是吗？对，你肯定啊，开车的时候你高血压啊突然来了，那怎么办，对吧？那倒也是啊。那像你们如果面试通过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工作了？面试通过了以后，那你就要跟公司签合同嘛，然后就是说你交一定的押金，什么手续都办完了，然后这边都可以把车给你，你就可以上班了。这个合同一般是签多久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说从这个车新车的时候，那这个合同就是6年。那这样现在这个行情的话，我现在是2个月我都不想签。你刚刚也有提到说要交押金，这个押金是押
怎么回事？哦，押金就是说你这个保证金嘛，你这个就是违约金嘛，这种。公司会不会规定你们司机每天开几个小时，还是你们有这方面的自由呢？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两班倒。这个时间是你们两个搭档自己规定的，就是说你上多少小时，然后剩下的是我的。哦，现在的市场不景气嘛，而且这个车只有我一个人开，就是说公司规定我只能开15个小时，多的话不行。哦，就是说如果你想开多一点也不行。不行，安全问题。对对，因为虽然这个车是我一个人租的吧，嗯，他给我要求的时间是必须不能超过15个小时。如果超过15个小时，他会扣掉我一定那个什么安全奖这种。哦，那你以前是两个人开的吗？以前是两个人开的。哦，那另外一个人怎么不开了？做不下去了吧？你可能赚不到钱就不做了吧。哦，我也是在坚持嘛。如果能做下去的话，我也会做下去。加油！实在的话做不下去的话，那没办法，只有改行了嘛。哦，那像你们这种就是每天的开销，比如说油费。这些是公司出的还是你们自己出的？这个油费是我们出的。比如说你每天拉500块钱，嗯，除去你的油费、你的租金，你除去你的维修车费钱，剩下的才是你的嘛。那在这之前，就是在开出租车之前，还有开货车之前，你原来还去别的城市工作过吗？我去过上海，江苏，啊，江苏，天津、河北这些地方。比如说上海，它跟中山相比，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那边的生活压力太大，生活节奏太快了。那你以前在上海那边不是开出租车的吗？哦，不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还是去工厂那个时候。哦，你在工厂工作过啊？哦，对对。哦，那相比你以前在工厂工作，这个开出租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哈，就是说你这个自由一点嘛，上班自由一点，没人管。自由一点。对。那辛苦呢？哪个更辛苦？辛苦的话，至少你上班的话还有休息。嗯，我感觉这个出租车这行业，我们没有的休息。你们没有假放吗？哈，这个是你说想放假的话，你也可以放，就是说你这个今天要亏的租金了这种啊。哦，你每天15个小时都在工作，30天都在工作一个月。哦，差不多吧，也会偶尔一下，就是说给自己放一下。那你？如果有放假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什么？喝点小酒，睡睡觉了，好休息一下。一个人去喝酒啊？不可能是一个人啊，有天约一下同伴啊，这个好朋友啊。小伙伴是吧？对对对。那像你们这种做出租车司机的，应该挺舒服的，每天坐在车子里面，不风吹雨淋的，这个工作相对来说舒服一点，对不对？我感觉的不是这样的。别人看起来是挺舒适的，有空调。是啊。但是你坐久的话，你这个腰酸背痛啊，什么病都出来了。那你平常都不运动的吗？因为我们基本上一上班的时候就在车里面。嗯。哦，那你下班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嘛。在你开出租车之前和你开了5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感觉到那个时候，就打个比喻来说吧。嗯。你让我。拿个几十斤东西然后爬到3楼或者4楼都没有问题。嗯，现在你让我空着两手去爬到3楼，而且我就说非常的那个怎么喘气来的。喘不过来气是吧？对对对对，是这样。在美国有一个软件叫优步，跟我们中国的滴滴快车有点类似。那么这个滴滴对你们出租车行业有没有什么影响？滴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怎么说？太多的人去做这个，因为他们的门槛比较低，就是说你只要有车，只要有证，嗯，那你就可以去跑，就可以去拉客，嗯，那这个的话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的。在中山有很多人做滴滴这一行吗？有很多做滴滴的，可能是我们的10几倍，或许更高嘛，或许20倍左右。嗯，在滴滴出现之前，这个出租车行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每天工作12小时，或许10个小时，我都可以收入到200至300。那现在我的就是说每天工作15个小时，好的时候可能就300，不好的时候100多，甚至可能还会亏损。滴滴跟出租车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有好多地方是没有出租车的，因为出租车数量是有限的。滴滴呢，它每个地方都有，就是说有些地方是打不到出租车来的。哦，就是有的相对偏远一点的地方可能打不到出租车。对。那快车跟出租车价钱上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个价格是政府指导定价的，他那个是说就是说
好像是高峰期会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它可能会 1.5 倍，就是说更贵吧。你是说哦，滴滴快车的对价钱可能比出租车还贵啊？它是这样的，它是没有生意的时候它会打折，就是说你坐车感觉到很便宜，但是你真正的出行的时候，就是说高峰期的时候恶劣天气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要比我们还要贵。哦，这样子也对啊，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这个十几年都没有变动的这种嘛。你们的价格是统一了的？对对，我们是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嗯，价格都一样。对对，都一样的。那比如说堵车的时候呢，你的车停在路上面，这是很耗油的呀，那么这个价钱都没有加的吗？你不走的时候它这个表会动吗？哦，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有个候车费，应该看到我们后面有个价格表啊，嗯，它会显示就是说候车费一个小时22.5块、哦，就是说直到我的轮子在走，嗯，不管我走的多快或许慢，嗯，它就说正常的跳表，如果我的轮子一不走，它就会选择我在候车，就是说低速行驶嘛，它就会跳表。这种堵车的情况，你的轮子在走，不管走多快，嗯，走多慢是吧，嗯，这不影响来的，只有站在那不动的话才会有影响。哦，所以说你这个价钱是按照路程来算的？哦，基本上是按照路程，还有这个候车费，就是说等候的时间。这个候车费应该不是很多对吧？哦，最多可以跳到22.5块。像你们出租车都是打表的对吧？哦，我们基本上都是按表收费来的。有没有不打表的时候？有，现在这个地方你虽然政府是不允许议价，有些乘客的话，嗯，他会问你多少钱，可能他的心里话就是说问大概有个谱嘛。就是你会跟乘客讲大概要多少钱，但是实际开的过程中还是会打表计费的对吧？这个的话，如果乘客他要求议价的话，就是说给我多少钱我能不能走，嗯，这种的话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我还是也是会走的。对对，如果我想要叫一辆出租车，但是呢我住的比较远，就是离大街上比较远，我可不可以用手机叫到出租车？可以啊，你也可以打那个114，也可以通过滴滴平台也可以叫，我们也有这叫车软件嘛。就是在滴滴出行这个软件上面也是可以叫出租车的。是可以叫出租车的，但是在那上面的话它价钱会不会显示，比如说我从这里到某一个地方这个到那个平台上会不显示价钱？这个倒不会显示，因为我们是按表收费来的。那114是什么？114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本地的一个那个调度平台嘛。嗯，是打那个号码可以叫车对吗？对对，可以。你接到的乘客是从滴滴上面来的乘客多，还是从114或者是在街上拉的多一点？自从有了滴滴以后，基本上114都很少有人用了，而且我们是属于学友出租车啊，嗯，我们大部分的乘客有时间还在路边招手，这个滴滴给我们派的单确实很少，如果你要全靠滴滴的话，那我今天还不会亏血吗？你说滴滴给你派单，难道不是乘客叫出租的吗？是啊，是乘客叫出租车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是就是说我从这个滴滴上面的接的单子确实很少，少得可怜。是不是因为很少人用滴滴叫出租呢，而是叫快车的多？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有听朋友说过，就是他们使用滴滴呢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滴滴快车的司机服务态度好好啊。你觉得滴滴快车的服务态度跟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服务行业啊，就是说每个里面，不过包括他们快车出租车也有服务好的也有服务差的嘛。嗯，作为乘客来说，选择这两种车出行哪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你觉得？应该出租车比较安全一点嘛。嗯，怎么说呢？虽然滴滴平台合法化了，但是好多车是不合法的，他没有证件嘛，就是说没有营运证没有上岗证对吧，他不合法，保险公司是不承认的，这个保险是不理赔的嘛。你说的不理赔是指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不理赔？比如说开车的话，这个会出现交通事故啊，这种或者是乘客受伤啊，这种一般呢他们的好像都是强制险嘛，这个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嘛。你说如果说乘客在滴滴快车里面出现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对啊，你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他说购买的保险是不一样的。乘客在你的车子里边跟你有发生过什么争论啊或者打架啊这种事情？你说这种情况呀？嗯，而也有一次就是说晚上我从一个酒吧里面刚出来，然后一个老板一招手，嗯，然后我就停下来了，他就说去哪个酒吧啊，我就开着去走，当时他一直在打电话，其实我不知道他喝酒了，
最后我感觉到他好像是喝的有点醉醉的这种感觉哦。嗯。哦，到地方了以后，我提醒老板，我说老板已经到了，他没有出声，然后他就是从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右边下车、嗯，你知道的，我们这个右边的是我们行规，对，右边是比较危险，这个门子是我是打不开的。嗯。他非要从右边下车，然后呢，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从下就是下了以后，我就从右边给他开车，开车门嘛，然后他就拽着我的脖子就说，信不信我找几个兄弟，很霸气的那种嘛，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在我的肩膀上就捶了两下。哦，当时我还说老板不好意思，确实是我们这个行业嘛，你就是报警是吧？这也是小事、嗯、对吧？你毕竟他喝完酒了，头脑不清醒嘛，这种感是吧？那你经常会碰到这种醉酒的？哦，这种的话，这种话很少见，偶尔也会发现嘛。那像这种的，你可以拒载吗？只要是能上车这种，不说抬着上车就可以，就可以了。如果他真的是喝了没有一点那个什么清醒的力度的话，那我这个真的是没法完成这次服务。你的同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吧，很少。那对于乘客来说呢，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乘客因为跟司机出现争吵，然后乘客被打的这个情况？哦，在这个出租车行业里面很少，就是说那个司机打乘客，大部分都是乘客打司机。那假如说这个情况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哦怎么说得清楚呢？那你可以报警啊，我们车里面都有摄像头、嗯、有录音有监管吗？这种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我们作为乘客来说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车子里面，然后我下车之后呢，我东西忘记拿了，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找得回来？怎么找？哦，这个找倒是可以找得回来。嗯，比如说你掉的手机啊或者是钱包啊是吧，如果要是我拿的，那你可以打114，那个电话打到我们公司去，你个东西确实是我拿的，那我再不承认也不行啊，对吧？因为监控和录音都可以看得到嘛。如果实在不是我拿的，乘客拿的，这个我也无能为力。这个你平常就是客人什么时候最多？礼拜五礼拜六，特别是晚上，这种生意会比较好一点。那你晚上要开到几点钟？我晚上大概是12点钟出来。嗯，大概2点左右嘛，我就回家收工。这种开得这么晚，2点钟？是啊，没办法，因为我这个我一个人开的、嗯、而且这个现在的生意比较难做，我想做增加收入嘛，所以说必须的话延长时间嘛。嗯，那你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滴滴的出现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生意的情况吗？应该是吧。滴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14年吧。刚开始就对你们有影响，还是说慢慢的才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哎呀，他人家是到处补贴啊，这种你接单要给你5块钱这种补利的。你是说开快车的人如果他接单，他能刚开始的时候出租车也是这样的，你接单要都有5块钱的补助来的。哦，你出租车当时也是跟快车跟那个滴滴出行这个软件合作的吗？当时的时候他打入市场的时候，你想想他们根本都没有车来的，只有靠出租车这种宣传嘛。哦，所以说刚开始滴滴这个软件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私家车跟他们合作的，然后是由你们出租车跟他们合作的，对吗？我们也不算怎么合作不合作，就是说他就说我有钱我就赚这种嘛。而且这个软件的诞生是为了那个什么乘客去找司机是吧，方便嘛，可以说是为了我们出租车这诞生的吧。后来的话他就说他也是资本是吧，商业嘛，他感觉到没有利润，所以说就引入到快车进入里面了。然后慢慢的快车就比出租车还要用的人多了，而且他那个车的话太多了。是现在好像开快车的特别多，你觉得他们都是兼职还是全职啊？刚开始的滴滴宣传是这样的，月入过万不是梦。我有好多同学啊、嗯、然后就去买车，然后买完车以后发现自己真的做不了这行啊，然后没办法，你买完车了以后你怎么办，然后有时间就是说找个工作去兼职了这种了。啊，你说你同学以前买了车是为了开滴滴？对对，买好多人都去为了跑滴滴。那他们跑的怎么样？反正是也是赚不到钱嘛。但是现在滴滴生意不是很好吗？我感觉的话也不行，还不一定胜我。嗯，如果说你用这个出租车可以接滴滴的单吗？可以接滴滴的单。就是当快车那样用，你这个不可以吧？可以当快车去那样用，但是那样用的话，我就要面临着滴滴的一份抽成。那样的话我更受不了。你想一下，我的每天
每天的收入嘛，有公司的一部分，对吧？嗯、油钱还有这个修车钱、嗯，如果滴滴公司再抽一份，那我这个我还不做呢。啊、所以你如果说你要接快车的话，你是要交钱给平台的。对，它25%、20%左右嘛。在未来啊、哦，你觉得滴滴会不会有可能完全取代你们出租车这个行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嗯，怎么说呢？因为有一部分人，你像手机，手机很方便。对、啊。但是有一部分他也不用手机，对吧？老人啊，孩子啊，是吧？嗯。当你手机没电的时候怎么办？那你不可能就拦着路上车，哎，你是不是快车呀？假如出租车被淘汰了，因为生意不好被淘汰了，因为可能想做出租车这一行业的人也少了。假如这个被淘汰了，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我不敢想，我敢想到那个城市化可能会更乱，交通更乱，除非他代替出租车。你想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滴滴它是隐藏在私家车之中嘛，是吧、嗯、没有任何标志。嗯，如果它一旦有了标志，就像我们一样有了标志，有了顶灯啊，或者是这个空车灯，嗯，那它就是出租车了嘛。哦，就跟出租车没有什么两样。 对，就是出租车了嘛，它就是一个没有拿到营运资格的出租车，资格证的出租车而已嘛。现在想要做这一行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了？很少了，我很多老乡都已经转行了。他们去做什么了都？有的去做一点小生意啊，有的回老家，或者是找一点合适的工作。因为做这个行业我感觉也太辛苦了，这个行业是每天的话起早贪黑的，而且赚到钱的话很可怜这种。嗯，那你是怎么打算的，一直做这个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做下去，如果真的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那我可能也要改变，对吧？嗯，你这个还打算做多久？我这个最起码我这个合同还没有到期，还有8个月左右、嗯、这8个月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如果说打算不做了，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嗯、最好是8个小时，一个月能够有4-5千块钱左右的收入、哦、我感觉挺好的这种。那你现在有没有成家？啊，我都2个孩子了。啊、哦，他们在不在中山这里？没有。他们在老家吗？在家里面。哦，谁带呀？我老婆带呀。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对呀、啊，刚开始是我妈妈帮我带嘛，后来就是说、嗯、去年的情况，我妈妈突然带了一场病，哦，然后就说我让我老婆回家带孩子去了。原来是你们俩都在这里。对，我们两个人在这打拼。哦，那你如果说不做这一行了，然后以后你想找一个4-5千的工作，那这4-5千块钱能养活一家人吗？还有2个孩子呢。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能力有限，那我也想一个月每个月赚到个几万或者甚至几十万，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还挺满足的。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就是远离了家乡，远离了妻子孩子，还有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想，真的是，是不是有点孤单的感觉？有点心酸那种感觉。会不会很想家？会很想家。那你平常会不会跟你家人经常视频聊天这样？哦，经常会的，我3天2头都会打电话。嗯，你是在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出来了，还是在他们长大了之后再出来的？我儿子好像就2个月的时候我就出来了，一直出来打工。哇，我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你们河南那边应该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吧？对，因为你在家里面的话，你是没有收入来源的，你知道，像我这种，你种田的话又不会种，对吧？哦，是。你只能出来打工。你是80后的吧？哦，我80后。对，那个年代的人孩子也没怎么去学种田。对呀、啊，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文化呀，对吧？所以说我感觉到一个月能赚个4-5千块钱还是挺可以的吧。像你这样子很早就离开了孩子，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很生疏？因为很少见面嘛平常。确实会很生疏。变化最大的时候就是我女儿那一年，她刚学会走路那年啊。嗯。然后我回到家里面，我大概有一年没有回家了，是吧、嗯、我回到家里面，我的2个眼泪都流出来了。因为当时我去撑个两个双手去抱他的时候，嗯，他就躲着我那种感觉，我真的心酸，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感觉不认识你一样。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把他们接过来，这样可以在一起吗？一家人。哦，想是要这样想过，但是的话，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养活他们。
那你有没有想过回老家找份工作呢？想回家里面找份，就是工作就能陪着爸爸妈妈，然后陪着孩子、老婆孩子这种。嗯，确实不容易啊。是啊。你一年回几次家？如果家里面没有什么事，基本上一年就是一次。你回去也是开出租车回去还是？嗯，不，我们坐大巴车、火车这种。嗯，从这边去河南要多久啊？我们家离这1600公里，坐火车的话要12个小时左右，坐高铁的话也要6个小时，不过那太贵了。嗯，如果你回老家的话，你觉得你在那里能找到工作吗？我觉得的话应该很难。那边没有出租车吗？有出租车呀，我们那边的出租车都是个人的。嗯，那如果说你在老家开出租车会不会要好一点？因为那边可能没有滴滴吧。有，也有滴滴，但是很少。因为我们那边的话没有什么工业，嗯，大部分人都出来打工来的，人流动的人很少嘛。嗯，是啊。哦，你们像在河南啊，就是一些相对来说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城市的人，对对，一般都到大城市来打工了。对啊对啊。所以人不多。我有可能要去那个什么郑州省会去，那还好一点。那你可以去省会那边开出租啊。现在出租行业太不景气了，不想做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行业？开个大车，一个月4-5千块钱。什么样的大车？比如公交车呀那种。那你开公交车，它不要有什么特殊的证书吗？要，肯定要的。不管每个行业，它都要证件嘛，是吧？你要培训上岗才可以啊。嗯，那你如果说去开的话，那又是重新学起。哦，是啊。嗯，觉得现在开出租真的好不容易啊。在中国的竞争力太大，而且这个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像我们这种人呢，我感觉到好像都被淘汰了这种感觉。嗯，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啊，像年轻人受的教育也越来越高了。对对。你对你的子女有没有什么希望？我希望他们能够上大学。嗯。上的越好吧。找份好工作。对。像你现在你家人都不在身边，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可以对着镜头说一下？我想对我的妈妈说，嗯，就是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我老婆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对你孩子说的？真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算了吧。